虽然说60%金额比较低，可是我觉得60%算是我们比较有机会赢的局。喵啥小啦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这个 Skin Club 环节了。Skin Club 呢，就是一个开箱网站。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许许多多我们 CS2 官方的皮肤 skin，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玩法，还有许许多不同的箱子，然后它也提供了不一样的这个储值的方式，比如说有 Google Pay、 Apple Pay、 一般的信用卡、 PayPal、 加密货币等等的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就要记得输入我的优惠代码，那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哦。而且据观众说，已经至少有三个观众来跟我说过，他在这里抽到刀子或手套了，所以是抽得到的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是一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网站，好不好？你在各大的 CS 比赛都可以看到这个 Skin Club 的赞助啊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连职业选手都有代言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些小活动啊，就是我们在每个月呢都会有4支 Skin Club 的影片。然后你只要在每次影片按赞留言，然后订阅，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。每个月会抽出一个 AK 或者是 M4 的 skin 等等。那大家欢迎参加这个活动，记得按赞订阅留言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Skin Club。不知道这个月我们的手气怎么样？先来小试身手，叮。这个箱子上次抽过啦，这个红红箱。哎，喂喂喂喂喂！啊？我的观众都抽得到刀子跟手套，那请问为何我的手套就这样子滑走了呢？就这样子滑走嘞？吴旭典，哎。感觉完全被针对，不觉得我完全被针对呢？这差一点点呢，完全差一点啊！冷冽血光补个血吧。Oh no！ 啊，为什么刀子就在我旁边，我却抽不到他？就好像你喜欢的人在旁边，但你却不敢跟他告白一样。这个应该有好货，都是红的。up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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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， 嗯，Enforce skin， 如果是野火的话，那更好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咖喱，凯瑞跟大哥也是有在这个网站上的，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。我知道你们一定担心啊，这个是不是很悬？不用怕，完全就是运气问题。来，哦 ，nice， 黑色 AK， 大家的 skin 又着落了，这箱子好，可以找到黑色 AK 啊。AK 再来一把，哦、no， 好可惜，这种一块的箱子感觉还行哦。啊，这也是博大物箱哦，这感觉博不太到哎、欸，这个箱子感觉没有刚那个容错率好，刚那个容错率比较好，你看这抽到这个。马克嘞，小亏小亏。你觉得他有太多箱子，也可以任君挑选啊！大家就挑一个自己顺眼的箱子，这样小抽一下，不要上头，就是小玩一下就好，拿零用钱来小玩。看来我只能去我的本命区了，就是我们的 battle 环节。唯有 battle 能让我们在 Skin Club 抬起头。哎，为什么我的明抽到一样的，我的比较便宜，怪怪的，水啦，水啦，小赢小赢，拜拜，
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赢的东西就直接卖掉了，直接卖回去，你再继续想抽箱子也可以。就是它这个网站就是这个这么方便了，就是你抽到的东西如果刚好是你不要的 skin， 就是你不是那么喜欢的，你可以直接在原地再把它就出售回去，这样你就你的那个余额又有余额，你就可以再去抽箱子等等的。哇哩嘞，管他、啊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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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力点！给力点，给力点，给力点！不会赢，不会赢，我完了，纯输局。我最后一个会抽到很屌的。啊，输！总是在输啊！我来这里送钱的，是不是？看我瓜哥哎、欸！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好来！哎，我的局，我的局，这才0.3哦，靠，还会有屌赢哎！哎呦，幸好！今天感觉手气不是这么好啊，只好我们就是来到这个地方。来把这些 skin 换成这个，直接冲60%，刚好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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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有没有？2.3块变成3.6块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我们就是慢慢这样赢上去哦。当然你没什么耐心，就点5倍也是可以了。但我的习惯就是1.5倍，慢慢的点，慢攻出细活，有了有了有了，3块变5块，5块变8块，8块变10块，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加上去的。20，来，虽然说60%金额比较低，可是我觉得60%算是我们比较有机会赢的。局，拱妹妹，拱妹妹，直接输。看来就是还是老话一句啊，不要上头 ，OK 吧？这个就是小玩一下，小玩一下，不要上头，不要上头。啊 ，OK，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Skin Club， 大家记得去订阅、留言、按赞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这个月7月呢，将会抽出一位幸运儿，送他一个造型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，拜拜。